闻到香气，啊，好像是有一个人看到的时候，佛在他们家这个屋顶上，见到，啊，稀有的瑞相啊。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续根，我们不晓得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但是从迹象上呢，细心观察呢，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过去生中要是真有善根呢，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相当善良。啊，我们一般讲，这人有良心，啊，不会害人，啊，这个都是善根深厚的现象。啊，对人有同情心，啊，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过去生中有善根啊。啊，能够啊，舍己为人。他的思维能够顾大局，啊，这个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。啊，我们很冷静，细心观察，就能知道。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认真修行呐。着重在坚固的心愿，啊，心愿皆行，与佛相应呐。